身为一代女侠，惩恶扬善才是根本。哇，盯了3个时辰了，这里丝毫没有犯罪痕迹，做好事真难。咦，鬼鬼祟祟，莫非是盗墓？我不答应。咦，地面平整，没有盗洞，莫非他在找鞋？我看到了，是你打晕了他。我看到了，是你打晕了他。我看到了，是你打晕了他。我看到了，是你打晕了他们。啊！难不难我？你们也要野餐吗？天要下雨，石板又断，火又点不着，回家野餐野个鬼。味道好吃就好吃，这太瘦了。